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J Channel，我是竹子。关龙作为近期新登场的一只龙系宝可梦，稍微来跟大家分享其 PP 的一些磁力以及地位分析吧。Here we go。稍微看看基础资讯方面，那怪鳄龙为岩石系及龙系的一只宝可梦，四十级 CP 上限是可以达到3128，五十级方面 CP 上限达到3537，攻击数值达到227，防御191，血量方面是达到193。弱点方面算是蛮多的，目前有龙系、妖精系、格斗系、地面系、冰系及钢系。然后抗性方面则有龙系、虫系、火系、飞行系以及冰系。其技能池方面，目前快速技能有三招，龙系的龙尾，然后岩石系的落石以及妖精系的撒娇。特殊招式方面则有逆鳞、坚实攻击、咬碎以及地震。来看看快速招式的选择方面，那目前分析的话呢，从每轮的攻击，然后就是每轮获取的能量以及冷却来考虑。那三大快速技能里面呢，最佳的选择为龙之尾。目前能量获取是每轮可以得到3点，然后伤害方面算是中等的，达到 4.33。再来我们看看蓄力招式方面，从伤害以及能量需求来做分析。逆鳞方面呢，虽然伤害达到110之高，可是能量需求也要60点才可以触发。然后坚实攻击虽然伤害比较低一点，只有55点哦。然后能量方面也相对应比较低，只需要55点。再来是比较重要的，也就是咬碎方面，伤害可以达到70点，可是能量需求只需要45点，而且还有30%的几率可以降低对手的防御。地震方面就不需要考虑了，虽然有最高的伤害120点，可是能量需求也是最高的65点。从这方面来分析的话呢，目前是建议训练师们，如果真的用怪鳄龙的话，技能组合可以选择快速技能龙尾，然后蓄力招式方面是可以选择咬碎以及坚实攻击。在超级联盟方面的表现，由于自身的属性有许多的弱点，在超级联盟方面呢，会遇上很多克制它的宝可梦，所以目前在超级联盟来说的话呢，怪鳄龙没有太大的地位与实力存在。来到高级联盟方面，那怪鳄龙凭借不错的技能组合方面呢，在高级联盟会有不错的表现存在着。那目前看来，在三大联盟中，怪鳄龙比较适合在高级联盟中使用以及出战。来到最后的大师联盟方面呢，怪鳄龙也不太乐观，随着它的三维数值，然后属性，还有就是技能组合搭配方面，那比上不足，比下有余，所以在大师联盟里面，基本上怪鳄龙也不会有太亮眼的表现存在。分析下来的话，如果训练师们真的想要培养怪鳄龙，然后体验一下 PVP 的感觉的话，可以把怪鳄龙放在高级联盟里面做一些尝试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有关怪鳄龙在目前过游戏中的 PVP 地位及实力分析，希望该方面的资讯可以有效帮到大家。影片最后跟大家说一下，影片中的言论呢，仅供参考，并不能作为一个标准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来按赞、分享，还有打开小铃铛。有什么话需要对我们说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喽，拜拜。